健康 so easy， 要调理身体要从营养开始。大家好，我是 Dr. Kelvin。 最近在市场上呢，我们看到很多酸奶店，大家都知道这个酸奶里面很多益生菌。那么大家对益生菌的了解有多少呢？益生菌在市场上一般有分多少种？然后呢，吃益生菌必须要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事情。一般上在市场上的益生菌保健品呢，都有三大功效。第一功效呢，就是调节我们的肠胃，比如说腹泻、便秘、胀风、胃痛等。第二呢，就是益生菌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第三，益生菌呢能够抑制女性阴道的真菌感染。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哪几种比较普遍的益生菌是用来保护我们肠道的。第一种呢，就是 A 菌。 A 菌呢，就是我们称为嗜酸乳杆菌。那么这种 A 菌呢，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乳酸、醋酸，同时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系统。第二种呢，就是 B 菌，就是所谓的 Bifidobacterium species。 那么这种 B 菌呢，在我们的尤其是食物中毒，或者是有病毒或者是细菌在肠道里面滋生的时候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种 B 菌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减低这些坏菌的滋长。第三种呢，就是 C 菌，就是我们所说的 Lactobacillus。这种细菌呢，不只是对我们腹泻或者是便秘的时候有帮助，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时呢，改善我们的敏感的体质。在市场上比较普遍见到的呢，就是 LP 菌跟 LGG 菌这两种益生菌呢，对我们的敏感的症状，尤其是皮肤敏感，有很大的帮助。益生菌还有其他需要探讨的事情呢，就让我们下一集继续探讨吧。